者加 VS， 其实就这种看起来还是蛮扎实的，遇到时候也不明不秒，应该回合了。这一波撞，哦，撞到了，破布。破布的话，这个 VS 怎么说啊？小骷髅，啊，太苦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小骷髅还在哦，怎么小鸡呢？应该杀不死吧？哎，一个E，啊，不是他也死不了，他还 TP 了。酱油的，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你看皮卡这个装备无敌的，我看到了呀，哎，我靠，手伤哦，一换一，我操，给炮尬打工，啊，我把来到了下路 ，PPT 秒了他，这能秒吗？你不骗人吗？就回头一个换血，我屌你妈的，这他不是炸了？难度插个棒子。我神直接给他一死了吗？小白也死了，进入炮尬节奏了。V S 零锤，一个普攻带一个 E， 炮哥。就感觉现在没有什么守塔能力啊，小骷髅没有 AOE， 白牛无法的话马上就要嘎了。好，小骷髅直接吼，我操，啥伤害啊？没有。看起来这话非常有点难难 C 难 C 跳，要被被龙打死了，感觉他打不过去了。下来冲了钢背兽，钢背这波是有机会的，稍微拉住就死了。为什么是小赖王？好，换了一下，没有肉鸡啊，双重龙来了，一个 Q， 小白已经嘎了，我去，大火搜集。白牛好像也跑不掉了，啊，白牛也搞了，好，啊，打了一口，好了，小白有大，这个 TP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，TP 应该没了，跳锤大招给个阳电死了，哇，好大炮尬，炮尬，地面拿了个头，死浪跳走 TP 了。能接受，基本上一个白牛，我就发现了，换，爆炸一，换一下，一贴，是不是死了？哎，大火收尸，赶上去偷，讲道理，玩小歪的人，人头是能不让的时候，绝对不会让的。哦，空叉，你这波技能释放可以，啊，我去吸个魔棒，没事了，垫一下，对，往单吃，流浪一个锤锤了两个，我这都能讲故事吗？哎，这一波输出的小歪亮了，不如把随便吃一个吧，小歪来了，有大招没？没大。我大招好像拆中路拆塔了，这 TB 拆的有点快啊！把鱼撞上来，把 VS 换一手，小白拉住 VS 应该是没了，那小白也没了，回了一下，这 TB， 哎呦 ，TB 满血见血打谁？挡不住，挡不住，没了，流浪来了，流浪在后面七七七七和一个炮炸的情绪啊！这双头龙也没了，我操，不会吧？TB 来了，他是鼻子，抱一下，手垫一下，把这个，我操，这个爸好脆呀，都快死了。哎，他怎么吸了钢背兽啊？这边小骷髅又秒掉了炮尬，荒年换血换了，换哎换的流浪啊。有浪死了，皮孩也死了，但是 TB 能走吗？猪好像有点不好说，哎，怎么杀了猪也没了，这也行吗？
和鸡腿，然后还有一些日本传统中华。然后流浪找到了双头龙，感觉双头龙没了呀，急速啊！再来一刀！我操，流浪是出的水晶剑，冰魔术 PVP 拉住了小骷髅，这神域也没了，四下就打死了，开始葫芦娃了，到处掉点。这不是还在动的更内伤吗？我还想杀小杀杀死 VS 呢，结果一个小哥又死了。我操 ，VS 也嘎了。再打的话，这个猪小白来了。哎，但是 TP 这个位置怎么说，差不太大，攻塌了。我操 ，TP 好像也要没了。换血，换血。一转眼又剩一个猪了。就你看得懂吗？我操，我反正看不懂。大哥，我也没说不明白，就随手就一个技能。好，小骷髅应该死定了。古法要被烧死了，魔棒。好，烧死了两个，我去，一个蔬菜比赛，一个功能的。哎，结果麦迪可能会出事儿，我觉得你真眼看，有眼看到了这个什么了？我操！治疗不去，片叶不沾身。哎 ，TB， 这 TB 怎么样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！我操！还行，好歹加了两下子。他们这个遇到不是不对了，主杀已经被天灾砍伤了7000了，小骷髅还没有冰吃，看到了一个白牛啊，灵光加了一下，小白耶拉住我，一起杀伯，完了也死了，但是正面团我们看一下，那 TP 好像也不行，流浪买了。换了一下流浪血，流浪往后拉有引刀，小白扬住了 TP， 换血已经用过了，白银冲过来，小骷髅出血又换了一下 ，TP 死了，这一团已经不是对手了，装备是一个人是三个人打不过吗？前面还有个大招给救一下，没大，好的都死了，哦，一直加微光往前追啊，这边还在找，但是古法就活了不退避。好好用一下，我操这两个，哎呦，小骷髅出气速好高，加了197，别忘了，我天灾人齐呀，天灾人也是齐的，5打5，怎么说？我们看一下，往后走。有针眼，打流浪这个位置，双倍被净化掉了，这个位置很差。小骷髅顶起 DKB， 先射死双头龙 ，TB 再输出古法没死，给了个大招。BS 跟双头龙天死，流浪还有手大没开啊，撒了个粉。小骷髅这个位置，流浪切入，先消灭 TB， 刚被猪也没了。TB 有换血 ，TB 被拉的有点久，还没动，死了。零换四。这也能翻吗？我没有人看好这个单。这他妈的！你死了家人，你死了家人，这个死的懵了。恭喜大哥，又输两个了。没走，我操！这个目标转移的也太妈太快了吧！这就是有钱，有钱买的人，兄弟把兄弟相识，两个人他妈一看，我操，直接转到了右边，那羊刀白牛大都给他了，没有他呀。
吧，就能有人救的。好，等着更开门更大。没有反应。滴滴滴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植物植物集合。这怎么没掉血啊？刚才还在回啊。TB 十秒 BKB 啊，然后古法吸了一下，然后被那个莲花了。古法操作不太行啊，各位只能说还想打完 TB 这波还是挺猛的。刚被兽选择了买活，可以。清醒回来了，这波现在走的血赚。但是流浪这个切入还是要讲究一下的，没有 BKB。来了，开肉山了，感觉到了吗？应该感觉到了。还用鸟看了一眼，流浪切入，开肉山打分裂，分裂剑法 ，DB 被分裂死了，大火烧之，钢背兽也没了。里面的人全死了，直接吃下身碎片，奶酪也吃了，我的逼！这个树桩也很教科书，尤其是这一波的切入，就是一个精髓了得，分砍肉山分裂，把 TB 分裂死了。然后直接吃了刷新碎片，吃了奶，没有大招直接拆。流浪剑客630的攻击力，那难度。爆大了！这赛前没有人想到天灾能赢。来一找歪，找歪被羊，直接吸死了。那找歪这边也控制了 ，TB 好大。换过来一个小骷髅，小骷髅位置很差。那白妞强袭有点肉啊，流浪这边等大招，但只杀了一个小歪这一波。TB 只跟了一个大嘴嘴。哇，小骷髅出了个手机。当时白妞单杀了张飞秀。小骷髅羊刀加否决，啊，这个莲花全血了。灵魂物马上好，换过来应该死了，没有灵肯的。好，踢到了，死了。这否决，我觉得，我操，哇！今天天灾也是，这不好呀，送了一波。其实道具目前来说很尴尬定位，还好吧，有的时候还可以出的。就比如说他杀一个啊，小小 VS 应该是。那你刚好不要不要痛行来分身，分身都没了吗？哦 ，TB 开启了 BKB， 很硬，无法 C 了一下白牛，还是要死。BKB 也交了，你说怎么说打不打？但是小骷髅跟流浪剑客有点不讲道理了，直接拆。好，白牛也死里面了，但是小骷髅，你看是小骷髅，流浪剑客，我扬了一下这边的双头龙，好，超级牛。无法跟小白全买了，双头龙要被吸死了。好，流浪还没死。啊二百血，好看。啊！我操，古法七兄弟！送火送到吸，要死一吸死。然后送一。好，天灾一轮啊，买活一轮全死了。
无法给队友吸血的时候，自己掉血是不能跳的，跳不出来，打得不好。CTP 给我变身，美国的。但是流浪，只要他不会抓，看得多，看得多了，甚至感觉他上头很多发，没啥。音乐响一出，天灾全是买活死的，哎，有说法。哎，小歪，哦，小歪想飞过来，没有飞过去。哎，好像没了。流浪拆不完，好像没了。然后扬出钢背应该是死了，但神域泽他还没死。TP 就应该拆完了。TP 拆的要快一点，机会赢了，你可是吗？